福你就拍个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个手。这是一场由某婚恋网站举办的相亲派对，31岁的朝鲜族女孩红莲参与其中。活动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红莲的兴致始终不高。我马上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亲爱的”。没想到平淡的气氛很快被打破。那我们这个环节的目的呢，是希望您能够跟自己中意的异性发出一次约会的邀请。妈呀！我们是想做亲爱的。这是一个表白环节，红莲成为全场最受欢迎的女嘉宾。那如果您愿意同意他的邀请的话，请您走回他的面前说亲爱的可以，如果不同意选择自己中意的。哎呦喂，难住我了。环顾整场都没有自己中意的男士，迫于游戏规则，红莲只能答应邀请，以缓解现场的尴尬。您要对外面说一下好吧，规则啊，来，亲爱的可以，好，恭喜二位，来把你放上。对的，我稍后会解释为什么。约会的机会，仅此而已，没有让您确定恋爱关系。晚上在一起。亲爱的，我没有。那我邀请。啊？亲爱的。这次相亲活动有近150人参加，其中女性超过90%。忙碌的现代都市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面临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关乎幸福的课题。我要找到你。这是一档在中国拥有近2.4亿收视人群的相亲节目。我是一名摔跤运动员，我曾经拿过2年江苏省冠军。于燕，一个备受关注的女嘉宾，多次的主动表白并没有换来一次牵手。他这么优秀的男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优秀的女的，凭什么我不可以为他爆灯？当他第62次登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惊喜到来了。我觉得我就是为了等到这一个时刻，然后来把你接走。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当时牵手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是因为有个男的为我而来，这种勇气，而且我觉得这么帅，然后其实也有点小心扑扑的嘛。扬州，于燕的家乡。相亲节目之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唯一不同的是，走在路上会偶遇粉丝。非诚勿扰下来以后，还在原籍单位上班，搬酒，干搬货，搬货。于燕在邮局工作，如今她仍然单身。相亲节目上感人的牵手，最终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恋情。我想先给你一点好了。对，世界名著《跳舞之拳》。我就是为了等到这一个时刻来把你接走。刚开始去飞城，对找男朋友这件事期望很大。电视相亲的话，全世界这么多人看着呢，不会假。他只不过是为了牵我而来牵我。而不是真的是想跟我于燕谈恋爱结婚来签我。开什么玩笑啊，这么紧急的时候
锁骨，锁骨。准备三个。这样吗？背后继续发力，再来。你给我打气。坚持住。我要高富帅。做的什么？好的 ，OK。于燕的私人健身教练小俊，是他以前在摔跤队的队友，他们曾交往过一段时间。这是于燕生命中仅有的恋爱经历。明天我们以前一个队友结婚了，你去吧。去。我们摔跤队现在还有多少人没结婚了？你我，连蔡华璐都嫁掉了。比我胖的，就比我更胖的，哪怕比我稍微瘦一点点的，也都结婚。就我单着。我一直都觉得我瘦下来找的对象那不是真爱，我胖爱我的男人可能那是真爱。特别喜欢兵哥哥，个子一定要比我高，不能太胖，胖子是不喜欢胖子。是一个用月光取暖的女人。红莲从小家庭条件不好，19岁就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拼。下班我会去做家教，然后周六周日会去做导游，春节的时候也没有回家。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她在一家外企担任电视剧发行总监。여보세요，예홍련입니다。她上过婚恋网站，见过爱情导师，然而至今她仍然独自一人。我身边还真的是不缺乏追求者，但是呢，这些人不是说是那种可以让我托付的终身，自然而然就会缺少这种安全感。红莲的不安全感与她6年前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骗财，骗感情。爸爸生着病，我的钱全在那个人那边。有一次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就是喝醉了之后就坐在窗台上，然后就看着那个下边，然后小区是那么的安静。就试图就是在这么去晃了两下的时候，突然脑子里边就闪出了我爸跟我妈。我就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爱情了，我只要工作，
我只要可以去很好的去孝敬他们。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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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结婚，你妈不催你吗？催呀、啊，这我妈都跟我说了，说你结不结婚，或者是结完婚离不离婚，她都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快让我生孩子。这个还是挺开明的嘛，你觉得？也不是，因为在他的理念里边，他就觉得最能靠得住的可能就是子女，因为你们的血液是连通的。孙老师对婚姻的这个不太了解，不太了解，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什么想法。那你憧憬婚姻吗？十二。因为我谈过一次恋爱、嗯、所以不太会谈恋爱，所以你们可能你也会照顾一点我、嗯、可能我发脾气了你可能会担当一点，像大哥哥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挺不错的，不知道就怕看不上我，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也太胖了。确实总的来说男的应该是能给女的安全感吧，就是无论这个女的再强悍他也总有害怕的时候。安全感来自哪里？安全感办事靠谱。靠谱是说的什么呢？各方各面呗。嗯，你要是觉得能打架那么这人能打架那他就靠谱呗。嗯，你要是觉得这个人这个比较疼人那他疼人了那他就靠谱呗。嗯，这个我觉得那不能男人自己评价男的了，得女的来评价他。我觉得婚姻本身它就是一本书。婚姻是什么呢？嗯，婚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过日子，踏实，安全感最重要。我觉得。我能给你安全感吗？我觉得你应该试着给一点，让我感受一下。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可以联系。好啊。你说呢？留微信。有好。嗯，留微信。有些事儿，然后这个。看一下表，我得往那边去了。行，你忙。嗯。嗯，下周有时间吗？我下周不在哈尔滨。挺喜欢他身上的这件西装的小马甲，觉得挺有范儿。他喜欢抖腿，他老喝水。我不喜欢男孩子戴耳钉。我觉得他太肉，不像一个男人。然后他也不是很清楚说自己想要结婚是为了什么。只能说感觉上不反感，其他的呢？就不清楚了，不知道。她可能更希望能驾驭她的男人。她驾驭不了我。那当然，她的年龄越高，她的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知识结构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很难再遇到一个能超越她的男性，然后她就越来越难找。相亲，一次握手，几句闲谈，获得的只是最初的观感，需要的是更深的了解。然而一个女孩子随着年龄渐长，缺乏的恰恰是一份想去了解的冲动和勇气。于燕的父母和姐姐都生活在苏州，她每周末都要回去和家人团聚。开车来接于燕的是她的姐姐，也是单身。还不错，
人好，人没交流，就是问他什么他都不建议，他都无所谓。但他戴耳钉，啊，是吧？你懂我的。胡椒肉，好，谢谢妈妈。妈，我早就想念你了。啊，好。这个年龄是从上海过来的。嗯。善良就行。善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要时间处的一段时间。嗯。穷富都是无所谓的，只要人好就行。啊，是话是这个说，过两天我朋友还安排我相亲，当兵的。行，他喜欢当兵的。嗯，当兵的也蛮好的，性格只要性格好就行了。我妈也说，如果以后我谈恋爱了或者怎么样的，有一点要求就是男方的父母不能嫌弃我胖。孙杨每隔两个月会从哈尔滨回到牡丹江看望父母。你的十字绣呢？绣了多少了？现在绣啥呢？你绣了几个了？答案是，这我知道。哪个你不知道？说等给我结婚的时候用。那个大的是怎么给你绣？我看看那个大的也不够大，所以他也不老宅在屋里头就给你绣这玩意儿。这样就走出了第一步，你知道吗？呀，奔向结婚的第一步已经开启了。我看你一天东跑西颠的，这一半儿挂不上。能挂。有信心。那必须有。哎呀，晚上啥饭呢？现在婚姻这个问题吧，你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吧，不特别单纯哈，男孩也好，女孩也好，考虑不那么多，处了就处了，以后啊自己经营这个家，挺好的。年龄越大嘛，可能是考虑的越多。以我们想法，现在给他降低标准，只要人好，能够那个能够真正八百的领他过日子就行。但是他好像，标准还老降下来。那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困扰着我。我现在发现好像是大龄的这个男孩女孩对这方面好像有的时候就看淡了，不是那么太着急。我们每次跟他交流的时候不去问他，他几乎就不跟我说这事。你事实在这摆着呢，你一天那边没有喜讯传来，我们就始终是他不可能放松了，那是不可能的。他俩挺上火，没想到发现他俩口才不错。他不会直接的去催我，但是他会委婉的方式去关心你。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有点排斥回家，因为我总怕他们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去如何去解释。因为感情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够得来的。回家看望过父母之后，孙杨很快又启程前往日本。他将在日本做一年访问学者。缘分，也许他在日本出现，也许他在国内出现，但是无论在哪出现，他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吉林省珲春市小红旗河村，这里是红莲十五岁之前生活的地方。现在难得有机会回老家，家人的催促成为红莲甜蜜的烦恼。我妈倒还好，但就是我们家亲戚们现在就比我妈还急，什么我再不带回来的话就不让我进家门啊，然后类似于如果要是我结婚了，他们就给我杀头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到了。二十年前，我妈为了给我攒学费，去垃圾场捡瓶盖，那么热的夏天，一天才能赚个几毛钱还是几块钱。
如果要是我还在这儿，我觉得我早就是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了。但是在大城市，你有的时候就像得了魔咒一样，想一直都是向上看。하나님공부도쓴다이없습니다我还记得我爸在临去世一年前，他跟我说，离开前能找一个人可以替他照顾我吧。爸爸带着遗憾走了，就不想让妈妈也带着这种遗憾走。我想要爱情，我最理想化的生活，有一个真的很爱我、不抛弃我的一个人，不管后边遇到什么困难，彼此都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拍完《谈婚论嫁》已经两年了，我依然在单身，但也忙着工作。有时间我就会带妈妈去旅游，希望我的白马王子可以早日找到我。大家好，我是《谈婚论嫁》第一集的主人公雨燕。拍完《谈婚论嫁》已经两年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找到对象，是不是很堪忧？这两年我变化挺大的，拍了综艺节目，然后拍了电影，拍了网络剧，然后现在我在北京追寻自己的梦想，在开心麻花从事即兴表演。男人的腰都疼了，这孩子出生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老妈欺负我。以前我总觉得那些闪婚的人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我也变成这样子的人了。很伟大的是，他爸妈出的钱比我爸妈出的钱要多，这就是我一直很。妈会听见的。